娘不该瞒你的，娘是鱼妖，你也是妖，但是娘不希望你当妖，娘希望你好好的做个凡人，所以娘才让你跟我住在一起。娘，那我爹爹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为什么要抛弃我们？他是知道娘亲是妖，害怕所以离开的吗？不是的，你爹也是妖，而且是妖中之妖。妖中之妖。当年他被玄门正道之人追杀，身负重伤逃到这儿，我出于好心为他医治，终于救回了他的性命。他与我结下了孽缘后不辞而别，但是没想到我已经怀上了你。可恶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后来他建立了大地魔宫，成为了妖族大帝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报仇！不要！快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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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跟他玩了。爹爹啊，给你们买好吃的去，走。哎，走喽。这就帮你把头发梳起来，妈妈呢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现在就扎起来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像娘亲一样漂亮。那就乖乖坐好。扎好了。娘，这么漂亮的发簪是从哪来的呀？这个发簪啊，差点要了娘的命，但是又救了娘的命。放心吧，他欠我们的，
女儿一定要逃回来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女儿一定找到她。您经历的痛苦，女儿定要的加倍偿还。